同学，33号赖同学，赖同学应该是红色这个分数，79分 ，OK 吗？有冤屈的话我们晚点再讲哦。我等一下送出去了。再来，50号林同学，50号林同学是这样子，45度83分 ，OK 吗？嗯。哦，大家希望过完今天还是朋友啦哈，但是我公正公开哈，来，对不起，我先存档，因为学校东西超差的，你不存档就会。好，再来，林同学，林同学在这边89分，然后另外一个翁同学不在，60分 ，OK 吧哈？林同学89分，翁同学60分，再来另外两个。好，刘同学79，洪同学75，刘79，彭75，没有意见哦，我输进去了哦。再来，肖同学79，吴同学83，肖同学79，吴同学83，没错哦，输入错误的录影为证哦，你们都没有抗议哦。哦，这录影带我会丢到 YouTube， 然后你可以给苹果爆料一下，没问题。来，没有，我说今天没有来不能打分数，我要当人之前，我必须让获得现场同意半数以上，我才当人。当人我已经给40分，那要当人等一下，我先把摄影机关掉。哎，因为老实讲，我的假设以我的标准，这个班会当3个以上，但是 OK， 来再来啊、哦。肖同学91、94，好，再来，王同学82，肖同学94，王同学82，再来，李同学66，然后向同学19不要来了，我们视同60号，他出席率很高，这个我知道，除了今天没来，其他他都来，66、60 ，OK 吗？好，存档。好，在最后一个 Vera 同学 ，Vera 同学在这边是45度是94分，45度94分，存档。好，我们再巡回一次哈、哦。Vera 同学94分，五一点不？看认不认真，我太清楚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参与打分数，你们看到多少期末就是多少，我回去我不会偷改，我等一下按出去。你唔好一家管，你偏偏叫好一家管咧，那我怎么对得起其他人，对不对？那大家投票啊！No, 我等一下赶着要离开，好，来，我等一下下午去考试，来，潘同学94 ，OK， 杨同学79，对不起，好，来，3号赖同学79，蓝同学60，廖同学83，黄同学89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有摄影机，所以讲同学就好了哈。黄同学79，林同学79，赖同学79。林同学83，这个林同学89，翁同学60，刘同学79、75、79、83、94、82、66、60，无意见不？没有错的时候不要再申诉我，不要申诉了，那我按出去了，请帮我拍这一段，按出去我送出去了。哦，那没来的不是，就现在只是说。摄影机先暂停一下。